阿妞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的分享呢是关于陆服5月11号大改版的天衣会选，还有一些小细节哦。想要白嫖白色头发的染发剂吗？那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咯。好的，经过5个多月的时间，陆服终于迎来了新的天衣会选的更新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时装，它需要兑换的要求的道具也会比较多啊。在我们正式开始讲这个关于天衣会选的部分跟白嫖那个白色头发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其他的更新，因为它是一起更新的。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部分是关于这个背板的，这也算是背板的，有看到这吗？这叫名片。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有龙武幻境的玩法，所以有这个是到11层全部打完就能获得，它是限时的哦。那设置在哪里呢？点一下聊天的部分，点一下设置，在这里呢就用了名片背板，有看到吗？它这个部分有分功力的，就是功力的是会动的，个人详情栏跟好友栏是这样显示的。在功力的这个，它的要求是什么？反正我白发账号是没有达到啦。那大家可能会用龙武幻境的，只要完整的打完这一季的11层就可以获得。我11层只打了一半呢，所以基本上在下周我就可以获取了。剩下呢，这个是那个运营活动，重返江湖，重归江湖啊！我们又刷新新的了。陆服这个活动真的很频繁，就是给大家拿很多的资源呢、啊。然后这个也是重归武林，这是两个不同的颜色。然后是还有个天鹅执事，收集呢浮光天鹅终章获得啊，就是它也是这个是会动的，好友栏这个是会动的，这是最新出来的部分了。那关于重归江湖呢，台服的话才上第一季嘛，那陆服这个已经上烂了，就上很多很多回啊，才刚结束不到，可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开始上新的啊。有没有看到？我们只要获得2000召集币，那在之前只要有上线这个活动，哪怕是台服，一定要认真做啊。这个白嫖的天赐啊，你看星星的全身礼盒啊，这些啊，哦，真的是非常之好的资源哦，对于白嫖的账号跟小账号来说是非常好的补充。好，我们现在主要来讲一下天衣的部分了。这一期天衣呢跟上一期天衣呢就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在正式开始讲细节的时候呢，还是要来看一下它相关的影片哦，大家来完整看一下。因为之前有 po 过一个类似的影片，它是那个我们端游的部分，那我们的手游也有自己专属的影片，所以下面来看一下吧。
好的，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你心仪的这个部件的部分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新的一期呢要兑换的这个时装呢叫浮光天鹅终章。如果你获取到这套时装呢，有配战斗的特效，在影片当中大家是有看到这个部分哦。那我现在就有矛盾的点是，我们上一期的天衣归心呢，我们来看一下商店啊。上一期的天衣归心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换到那个凤凰的这个特效。作为我来说，我是已经嫖到这个凤凰特效了，那但是我还有四张天衣的龟形，我还有四张哦，特别有意思，这个我还有四张，把漏给拿掉，你看我还有四张这个。那我就想我到底要换什么，因为当时等一等没有兑换，就想说看一下下一期，像是天衣五十嘛，看能兑换什么。它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兑换天衣五十必须要抽1000次就可以换成天衣五十，上限兑换是5个。那一样的就是这些其他的我还是可以换，我本来想要换这个天赏的赏玩的，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没有意义哦。那我也差一张，那他们是互相可以兑换的。如果这一期新的那个天衣的五十的话，是可以兑换天衣秘谱的。那我又想说，哎，我换了这个之后呢，我要不要存一下，然后这样子啊，抽到1000次，因为它为期4个月到5个月，要抽满1000次是很容易的，尤其现在是八折的时候。那我想说，那我换完不是四张吗？再抽到1000次的话，可以额外拿两张天衣五十，再用高级天衣令。大家看一下高级天衣令。还可以换一张这个秘谱，也可以换一张天衣五十哦，就是我的好像可以这样换，就是好像有这么多啦，我算一下，有这么多的话，这样加起来，我一个天衣归心，然后五张加抽到两张七张，再加给我八张，再挤一挤，然后抽到上面去，运气再好一点就有九张，我就可以换这个我们新的这个衣服了，而且配有战斗特效哦，哦，我觉得这个不错。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换法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换法特别多，尤其是白嫖账号一定要好好的规划。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抽到1500次，因为有染法 2.0 的关系嘛，还有包括返场，天衣秘谱是有返场的。那我之前抽到1523次，如果返场的话，我再抽400多次，我就可以换染色剂，染白色的头发。哎，但是有两个走法，一个是这一期随便抽抽不管。那然后等到返场的时候再去凑到2000次，像我凑2000次，然后我再去换，我就可以染一个白色的头。对白票账号来说，能染到白色的头发，那真的是天花板了。所以大家好好存资源。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看这个存1000次，然后才能换它的最新的那个天衣的归心的部分，就是50可以换，可以兑换，包括这些新的还可以换典藏天衣令哦，一个可以换两张天衣令，上限兑换3次，这个上限兑换3次。那还有了。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去换到这个冰凌，就染白色头发抽2000次，那就努力挤一挤，把这一期抽到1500次。为什么呢？他可以用他两个五十呢，换他这个染法，就是你大家图案看这个黑白染法，在染色剂的调整当中，黑白染法可以把黑色调到最低，白色最多，这也算是白发啊。就像我现在头上这个红色的头发一样哦，我其实尾巴是有黑黑的，是墨的，但是其实不是那么明显，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通过。就是好好的规划去思考一下它这个部分是什么。然后呢，这一期的特效是这样的，我放在天里面不太明显哦。那目前看到大家就抽的一些回馈的反馈，大概就是380到400是保底的数字，还蛮好看的，如果你喜欢这样蓝色妖姬的感觉。所以在次数上的规划到底要如何抽，大家好好考虑一下哦。还有就是你现在到底存了多少张，在过去的就是台服上线的天衣获选当中，100%是照怒服上线的顺序，跟其他活动有点不一样，它没有改哦，只是可能前后顺序调整一下。比如说现在晚期返场，然后怒服是来到左边这个，其实是第二期的，右边这个是第三期的，都是可以返场，并且会继承次数，这是我之前抽的这次数，对，它都会继承次数哦。所以其实未来在台服上线的天衣有非常多的很广泛的选择性，你到底要如何选择怎么做，那就要看到你的就是日常的收集哦。那我的天衣礼券的部分呢，都是来自就是白嫖平常的存，还有分红的红包，我的分红包都是买这样子买下来，然后
还有包括你有月卡每周，还有那个每周折扣啊，月卡啊，零零格啊也可以买的，还包括这边全部都兑换干净哦。所以天一呢平均一个月的白嫖是120张，要好好规划一下哦。那大家可能看到我那个凤凰，对不对？我在5月1号的时候拿到凤凰，我抽了1500次。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白嫖天一里圈天花板，因为我全部是白嫖的，没有花过一毛钱。我起始的时候抽只有300多张，之前换影片嘛，然后到后来结束的时候是1500多张啊。所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资源，不要乱花，你真的可以拥有就是跟大佬一样有的特效，只是需要时间问题。好，下面来简单抽抽看一下最新的一期的时装。我就是刚刚去买完是118张，好，我来试试看，因为像是8折，就抽10次等于8张，看有没有机会抽到特效。哎，你看，我10次就1套时装了，这个感情好啊，我10次就1套时装了呢，我是不是就可以收手了？没有，我要继续抽了。我想看看抽1000次，然后换他的相应的东西哦。因为它的时间真的很长，还要提醒大家抽新不抽旧。什么叫抽新不抽旧呢？不要说因为有返场，除非你要拿大典藏啦，不然抽新不抽旧，一定要抽新的天衣，不要抽旧的，因为抽旧的很亏哦。哎，这是挂饰，其实我没有多少张啦，只是想读读看有没有特效。哎，口罩背饰，也没有哎。我好像饰品都拿到了，衣服一开始我就拿到了，真的是运气不要太好。如果我不抽到屯天鹰礼券的话，其实毕业了呢。因为我觉得他配的那个特效没有我的那个凤凰大。还有几次，我第一下就白头乌龙了，也太强了吧？所以还是算好抽的，8张等于10次啊。我觉得在台服上线的时候，我建议运营哦，那个你真的还是照8折，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抽的热情更高，消耗更多，这样才会有流水嘛。我觉得台服的天衣教的程度真的比陆服高非常非常的多。好，我抽了141次，我也没有券啊，然后但是我获得的东西，就是还好，只是大家看一下，我已经拿到白桃乌龙完整的这个奖励了。那其他地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要往下抽是可以的，大家要慢慢的嫖到1000次哦，就是日常的累积，日常的购物，然后还包括用存的分红去买，是可以到达的哦，一定会有梦想的。我连1500都出来了，而且还是没有8折的情况下，我是在没有8折的情况下到1500哦。所以呢，如果你有好好存，现在你看到这个影片，其实你就能存了。后面规划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兑换呢。首先这叫时装。这个是赏玩，其实我是觉得赏玩没有换的必要啦，因为你要出来用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赏玩我们怎么会没用呢？好几个，但是我不会想换呢。这个时装其实我有考虑换，是因为它有战斗特效。我的白嫖账号呢，特效有，衣服有，然后头发染子染设计有，就是没有战斗特效，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看重这一个。那至于舞步这个脚印，我觉得没必要，大家也不是很常看嘛。好，我们的这个返场的浮光短歌，你们看到浮光短歌可以通过天音来兑换呢。如果你错过活动，也可以通过天音来兑换。还有这个，大家当时刚出的时候，其实刚刚出那个台服出这个时候，就没有特别想换，是因为觉得造价太高了，有点不太能接受。现在换到这里面来也是可以哦。如果你有想收集又抽比较多的话，之前没有抽到，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剩下就是白染白发的那个头。那当然了，那个之前的天衣出来的时候染白色头是2个，加上新版的天衣会血，你又可以多染2个白色的头了。只是还是没有必要，是因为你头只有一个，你染那么多干嘛？有1-2个就已经很了不起，应该说有一个就很美好了。剩下的累积1000次跟累积2000次，还有这个新的会版黑白会版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看你想怎么兑换了。在我们的天衣的商城当中呢，这个兑换，还有包括我们的专门的天衣精选当中呢，它有这个分类。大家可以在天衣精选当中来兑换自己相应的东西哦。现在就好好思考一下未来你到底要怎么换。其实我很焦灼，是我到底要换战斗特效，还是抽一下就是存一下，然后等后面出这个来换一个染白色的头。然后这个问题有延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要染白色的那个可染的发型，那我要染哪个头呢？对于白嫖账号来说，要染哪个头发其实也是很焦灼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一个头的机会，一定要挑最适合、最常用、最百搭的头发来染哦。所以呢，现在就好好规划吧。因为这一期上线的话，应该是明年啊，这最新的。那我们的天衣密谱上线的话，最快应该是五月底或是六月底的时间会上新的天衣。现在还在努力存天衣礼券的你，记得有天衣礼券礼包要买哦。还有我们的这个零零格啊，日常的一些玩法或是礼券要存好它。好啦，我是小花，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发，并且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啦。